哎，明大桑空邦哇，欢迎收听中广流行网的娱乐一世代，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，在中广流行网娱乐一世代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呢是星期四，在星期四的晚上，欢迎你在刚才三个小时的人来疯之后，继续收听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娱乐一世代。我是吴建衡，节目一开始跟你说一声爱达卡达。今天晚上娱乐一世代呢，一开始当然马上就为各位来公布哦，今天在日本最热门的话题，那就是 AKB48 呢，它